来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吃它。先把我这华丽的戒指摘掉，安静的戴上一副手套。哇，从哪开始吃呢？我已经忍不住了呀！一条腿，不能把我儿子吵醒了，我要悄悄的吃。一口弄进去，撕开和番茄酱。你们先吃个大汉堡，汉堡要从中间咬，味道才能吃得好，不能插了我们的灵魂蘸料，哇，番茄酱。猜我几口吃完它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先松手一口，里面全都是肉。嗯，啊，被发现了！都怪我吃的太香了，又被我儿子逮住了，谁来救救我？